皮给吃了也。没事。你皮容易卡住。好香啊，这桃子在他那里。这个脚小脚丫露一下，应该那个脚。他自己拿的吗？嗯，我洗手嘛，然后自己看着桃子了，就拿了一个桃子。嗯，看一下吧，放在那里。哎，人家吃好好的，不要再弄它。看人家多珍贵，觉得这食物啊多珍惜啊，这双手放在这儿，然后就使劲的吃。这个声音，哎，我找到一个滑板车。妈妈切成小块给你吃，来。我给你把刀。给你切一块啊！切芒果呀！我还咬口水，哎呀，这都被我录到了。